小学堂。Hi, I'm banana. 我是香蕉哥哥。I'm yummy. 我是 yummy. What's your name? 你叫什么名字呢？ Great. Everybody, it's English time. 雅米，你怎么啦？怎么那边，叹气啊？香蕉哥哥，我爸爸的生日快到了，我想写卡片给他，可是我不知道要写什么，你可以帮我想想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那让我想一想哦。达拉，你看，这是我的卡片。哇，好大一张卡片嘞！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可以在卡片上面画上你的爸爸，在旁边写上 I love my daddy， 我爱我爸爸。好哎， I love my daddy， 我爱我爸爸。然后你爸爸收到的时候啊，一定会超级开心，跟你说 I love you too， 我也爱你。谢谢香蕉哥哥，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 too。My name is Emma. Hi, 我的名字是 Emma. This is my daddy. 这是我的爸爸。This is my mommy. 这是我的妈妈。This is my brother. 这是我的弟弟。They are my grandparents. 他们是我的祖父母。We are a happy family. 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。I love you, Daddy. I love you, Daddy. Yummy, 你在说什么啊？哦，我在练习拿生日卡片给爸爸的时候要说的英文啊。I love you, Daddy. Yummy, 好棒哦。我想你爸爸收到卡片的时候一定会超级开心的哦。Thank you， 谢谢香蕉哥哥的帮忙。You are welcome， 不客气。小朋友记得要常常跟 Daddy 还有 Mommy 说 I love you， 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 I love you， I love you。大家好，我是梅花鹿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下订阅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。